在弥陀种菜，早上会摘菜来这边贩卖这样。因为现在大家都避免群聚，所以来市场的人也变少了。很感谢政府想了这个行销方式来帮助我们。这波疫情对我们影响甚大，推出这一项政策对我们业者来说帮助还蛮大的，感谢那个市政府和农业局的帮助。市府与高雄地区农会跟凤山区农会一起推出捡好蔬果箱，由市场的人员直接到批发市场帮你客呵呵藏本本，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集货，然后在当天就会直接送到你家，配合高雄好家在的小黄配送计划，20公里的运费直接由市府帮你买单。坊间的蔬菜箱，它里面都包含了运费。那我们这个方案，消费者的599跟699的方案，它是直接买在蔬果的部分，所以是最实在而且最新鲜的。高雄好家在，互助经济，团结防疫。疫情期间，大家在家减少出门，生意受到影响。高雄好家在把餐厅送到家，整合计程车、餐饮、线上交易与在地新创，并导入 LINE 热点与数位科技，用 LINE 就能轻松点餐，餐厅接单、小黄送餐，上千间餐饮只要线上交易满499元，就补助车资85元。小家庭两人以上大单外送的最佳选择，鼓励线上交易，不但落实防疫零接触，更帮助业者数位转型。车资补助1.5公里内免运费。高雄好家在，互助经济，团结防疫。从渔港直送到我们消费者的餐桌，我们把最新鲜的海鲜配送到大家的手上，减少大家外出的机会，但是还可以买到好的食材。我们参加了这个方案啊，对我们现在来说是帮助很大的。今天要煮多少，要煮要炊，拢非常的方便。和咱的好的物件，咱的朋友都会当吃一点，让民众有一个无接触购物的实用性，可以多一个贩售的方式，把高雄最新鲜的海味送到你家。媒合在地十家的水产业者，结合高雄好家在，民众免出门，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在家安心享用在地生产的美味水产品。感谢那个起建户，谢谢高雄市政府，真的很感谢市政府的用心。感谢对我们高雄起建户，谢谢高雄市政府，欢迎大家选购。高雄好家在，互助经济，团结防疫。我们六龟金黄芒果的特色就是果形硕大，果肉比较细致，再加上我们这边的日夜温差有达到10度那么多，然后我们的土质是沙质土壤，比较利水，所以我们的果肉比较 Q。现在推出金黄芒果限时限量的特惠，2个礼拜只有600箱，我们金黄芒果 A 级金黄芒果449元，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送到家。高雄好家在，互助经济，团结防疫。好，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媒体，大家午安。今天高雄市是连续第19个零啊，并没有任何的确诊个案。那其中全台湾总共有18例的本土个案啊，台北市7例，新北市是6例，那零星的包括隔壁的桃园市2例，基隆市3例。那简单讲，还是在因为后续的这些社区的火苗，那还是集中在双北地区然后因为移动的关系到邻近的县市。那昨天我们也公布了1例新北市的确诊个案在高雄的有一些移动的一个足迹，所以南北的移动对于现在已经清零的县市，大部分的县市这个还是存在着这个风险所以还是要拜托所有的市民朋友，假如在这个在这一段时间尤其在最后我们的14+7大概在21天7天的这个观察期，那这个7天的观察期也是我们的准备期所以我们大概也盘点了在现在所有的工作的场域或者是活动的处所怎么样能够就相关的这个开放的措施原理这个配套的管理来让我们的社区能够安全那昨天也讲过，钟院长也告诉大家，
在国外的很多的例子，尤其以英国为例，他们的疫苗的覆盖率很高，死亡率、住院率都往下降，那这个是打疫苗 的效果。但是因为英国后来有一个 Delta 的变种病毒株的流行，所以让它的发生率又往上的提高。那这个发生率往上的提高最多都是在于比较年轻的族群，所以大家会误会说 Delta 病毒是针对年轻人，不是，是因为大多数的国外他们对于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工作跟台湾有一段落差，所以我们的 NPI 非药物的公共卫生的介入手段我们比较强度比较高，那所以我们这个社区逐渐的就能够把它清零。那换句话说台湾的经验跟国外毕竟还是不同，我也不是说在疫情接近尾声之后所谓的乐观，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对于国民彼此之间对于公共卫生的习惯措施大家遵从的程度，所以假如我们大家都能够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我们要发生像英国的例子，像疫苗越来越高覆盖率越高但是还是发生流行的几率其实是不高但是这个前提是大家要戴上口罩，所以口罩加疫苗然后再加这个我们叫零星个案能够把它从社区找出感染源，那我们的社区我们就可以保持安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疫苗的施打率到高雄到今天我们累计这几天施打的这个结果那我们在这个相关的疫苗的覆盖率到高雄到今天中午为止是 24%， 所以我们希望说假如疫苗来的时候，那在这一批大概有登记意愿的大概是有19万左右，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能够把疫苗打到这个我们市民的身上，让大家有保护力。好，那管制的措施我们也随着我们现在的几个工作的场域正紧锣密鼓的已经开始在做准备，譬如说我们的托育中心或者是托儿所幼儿园，我们不仅说打疫苗的比例都高达90%以上，我们的这个要开园前我们也在希望说能够做快筛那让这个快筛然后再加上疫苗来确保我们的这些特定的公共场域能够安全那其他相关的这个放宽的一个措施我们也可能高雄市政府会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会来一次性的来跟大家做说明，那之前我们就要把这些准备的工作把它做好所以在这里也简单的跟大家做报告。那预约登记是从20号到22号请大家就预约登记那你有几个预约登记的方式就是再跟大家重复一次是在1922的网站APP 健保快易通四大便利超商还有健保药局。那高雄市有特别的我们有总共200个处所可以协助你来做意愿登记跟预约登记都可以这个是高雄市我们接地气来服务我们的市民，假如有一些市民朋友不太习惯或者是有一些在预约上有碰到一些困难，你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相关的这几个服务单位来这个请我们专人来提供服务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个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你在选择诊所跟医疗院所或者是我们的接种站来接种疫苗那原则上我们在这一次38个行政区每一区我们都会有一些社区的接种站，所以当你进去选择的时候，你选择譬如说我住在桃园乡，那我就选择桃园乡看哪里附近有什么接种站，那我就可以来进行接种的服务但是不太可能说
这个每天好这些诊所啊，理论上我们预估的数量，再加上这个我们社区的接种站，好，原则上都会满足各行政区的接种的数目。啊，但是也许你的时间真的是没办法，好，那我就会建议说，譬如说在晚上，好，那我们在几个大型接种站都有服务，好，那我们的大型接种站像巨蛋啊，或者是展览馆，或者是凤山体育场啊，冈山农工等等这几个在我们高雄的除了山山之外的市区之外，那这些都是有大型接种站啊，有一些都有提供夜间的服务啊，就有一些上班族的朋友，那你就可以就近可以到大型的接种站。所以我们会有多元的管道，不同层级的分散的一个方式来服务大家啊，所以真的要拜托我会建议说，像高柳我们还没有开馆啊，但是你可以进去里面走走，你就选高柳。我们的展览馆也非常快速，好，你只要一进去，大概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好，扣掉留观的时间、观察的时间、卫教的时间之外，其实速度都很快啊。那巨蛋那更不用讲，它的空间，还有它的这个交通其实都非常的方便。那凤山体育馆也是，好，所以真的是建议大家，假如说你在选择上要快啊，然后也要一定可以预约到，而且速度最快，那你可以选择这些大型的接种站啊。那你可能在选择的部分，你要注意到说那个是哪一区。譬如说你在大寮啊，你要去凤山打，那你要找接种站的时候，你可能要去凤山选啊，或者是你在新兴区，那你要去这个展览馆，那你可能要去前镇选啊。那这样的话，多元的方式，你就可以很快的找到你的要最方便，配合你的时间能够施打的这个疫苗的服务，好，这个部分也在这里再跟大家报告。好，那简单讲，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大概是最重要的是告诉大家赶快预约赶快这个接种疫苗。好，大概我们今天的记者会简单的就到这边。市长 ，TVBS 想请教。有旅馆业者六月加入防疫旅馆，那相关工作人员应该是第三类施打对象，也专案照册啊，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打疫苗。那有检疫的民众经过14天之后都隔离了，所以想请教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施打疫苗？好，我请潘先生说明。好，谢谢市长，谢谢提问。那高雄市这边现在在目前来到目前为止，总共经过两轮防疫旅馆所有从业人员的接种。好，从五月份开始陆续照册接种，那到目前已经完成766名。那这一批在六月份加入的，在6月29号我们收到名册之后，也在日前已经全部简讯通知，在明天会在展览馆这边进行接种，总共158名。以上报告。好，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好，联合报提问，那高雄的公共幼托中心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时候可以开放，而且相关做法为何？好，我们其实这个问题是在发生在双北地区，好，因为双北地区疫情严重，所以他们的公托中心事实上是关闭。那其他的县市这个并没有这种状况，好，像高雄，我们持续的也提供相关的这个服务，好，那但是我们是采取降载的方式，好，所以包括这些警消或者是医护等等，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共托婴的这个服务，这个我们并没有停止啊。那我想在其他的县市也都是同样的哈。那假如我们现在也在研拟说，那未来我们现在已经降载在实施，譬如说在照顾的方式，那我们就要保持一个社交的距离，好，然后在我们的防疫措施升级，这个是现在的做法。那未来假如解封之后呢，那我们逐渐的可能这个量能可能要把它提高，那我们就要搭配一些的措施，譬如说我们现在的托婴中心，我们高雄市政府就要求说施打疫苗的比例要高，好，所以我们现在施打疫苗比例是94%，好，那要全面打开的话，那我们还要再搭配一些防疫的措施，譬如说就要进行公费的
这个快筛。那当然，假如他们要大家要自费，那当然最好。那假如要由市政府来服务，那我们就公费来提供服务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托婴中心，那未来在开放的时候，那我们就逐渐的要把量能提高的时候，也搭配了同样的防疫措施，也要管制好。简单讲，现在高雄市没有停止这个公共托婴中心的开放，没有，本来就没有。我们是降载，其他的县市大概差不多是双北地区才有这种状况，因为疫情比较严重。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未来在量能提高的时候就把它增加。好，那另外我们在六月单级开设的期间，其实我们是加码补助，针对医护警消人员的部分，0到2岁全日托补助8000，日间托育补助4000。好，那这个是我们高雄市政府，那我们提供给我们医护跟警消人员在防疫之间的辛劳，那特别加码补助的部分。好，最后一题，公事提问。那台南有学校志工被列入那个施打名单遭检举，那请问高雄市有考虑让学校志工施打吗？我想这个部分是由教育局来列册。好，那根据中央的一些规定，第一波是以教职人员为主，这个是专案施打，那名册是由教育局根据学校中央的规定，然后按照这个造册的原额，然后中央核定多少的数额来施打疫苗，这个是全国一致性的规定。好，那也跟媒体朋友报告，那其他相关的题目因为跟今天的疫情会议无关，那相关的局处会一一的跟各位媒体朋友进行回复，谢谢。谢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因为现在咱高雄已经是第19天的零，这个其实都是大家很辛苦说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那从最近的一些零星的这些个案，当然有一些在特定的风险的族群在有一些群聚的感染。那其他就是有可能是在南北移动所造成的。所以真的也要提醒大家这种南北移动或者跨区的移动所带来的风险仍然是存在。昨天也跟大家报告说，未来的几个月到一年期间这个不戴口罩的日子大概回不去了。这个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假如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的限制越小，那就一定要戴上口罩。这个是马博阿多的代志。那但是我想在疫情的期间公共卫生习惯的改变让我们的公共卫生的相关的这个措施能够落实。那我想这个也不仅说对于COVID-19 的传播其实对很多呼吸道的疾病还有其他疾病的一个传播都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那譬如说，那我们在去年一整年，我们高雄市的本土的登革热的个案是零，这个是在过去高雄的历史里面是没有看过的。那因为我们也采取精准的这个防疫措施，譬如说这境外移入，大概我们现在高雄市的部分大概都是住在防疫旅馆比较多，所以我们加紧的清消一方面也监控我们的病媒稳，那让我们的这个登革热到今年的7月都没有任何一例的本土性的登革热，这个是公共卫生的结果。当然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卫生局跟环保局的同仁很辛苦。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市民朋友，大家因为我们的公共卫生改善，那让我们的社区能够更安全。所以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例，那相关的其他也包括流感或者是其他呼吸道的疾病，也因为大家戴口罩，所以跟飞沫传染有关的疾病其实都大幅的减少。所以我想伴随而来的就是说这个戴口罩的这个部分，这个大家也心里有一点准备也会比较好。所以也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那疫苗还是真的是最重要不要挑疫苗，都弄差不多。这个对很多专家的一个研究
打 AG 也好，打莫德纳也好，啊，也无较敖紧啦，拢差不多啦。哦，你都无做就是上惨的。哦，啊，你有做的，就等于讲，有打疫苗就有保护的意思啦。好，所以这个要拜托大家赶快去打疫苗，轮到就去打。啊，假如没有医院，那医院登记的时候就赶快去登记。好，那就赶快我们把疫苗打上来。然后我也相信，以我们在这一两年的防疫的成绩，好，我们虽然在疫苗的部分有稍微有点落后，但是我们就全面的啊迎头赶上啊，我相信我们也会成为防疫的模范生。好，所以这一点还是要拜托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